少年团5周年独家系列直播的最后一站，和我们一起开启特别的时代午夜派对。那虽然今天啊确实时间有点晚了，但是还是超级开心和大家一起聚在这里庆祝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羊肉天。那么今天呢，很荣幸啊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那我们的快手给大家准备了福利满满，诚意满满，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里面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不同的时段我们都会有惊喜掉落，所以现在趁这一点点时间赶紧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们，一起来支持快手，支持我们的时代少年团。那接下来来有一点仪式感啊，我们敲个锣欢迎时代少年团。你怎么开打这么抽象啊？你怎么我也搞抽象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3、2、1，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啊，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欢迎小马。小马，啊，都可以。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成信，欢迎小丁。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司马轩，小宋，欢迎小宋。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刘耀文，我是刘耀文，欢迎小刘。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哦，欢迎小张。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欢迎小严。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欢迎小莫，再次欢迎大家，也非常祝贺大家啊！我们这两天一起走过的日子，这个重庆5周年演唱会真的是圆满成功啦！是的，没错，好，对，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还会有神秘的惊喜等待大家啊，所以赶紧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取福利的环节。那首先我们现在直接来上福利好不好？好，马上开启我们第一轮的派对福利环节。本轮会抽什么呢？会抽取的是时代少年团5周年实体小卡3套。哇，三套！现在来点点我们屏幕右上角的抽奖挂件啊，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惊喜福利啦。好的，好的，那。那刚刚结束的演唱会啊，非常辛苦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午夜派对呢，大家可以松弛一些啊。真的假的？那是沙发的，真的。对，这个先来问问大家吧。你们比方说像之前演唱会结束了，马上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回家吃饭吧。回家了，是的。哎呀，也会直播跟也会聊天，但是我们吃烧烤火锅，要不然就现在。对。但是说真的，今天的话还是得提醒大家，还是要喝个感冒药。对对对对对。淋了雨，确实淋了。是的，上一周我们七位都有一些单独的直播，是不是？也贡献了很多名场面啊，尤其是大家很爱看你们每个人给对方设置的任务啊，也有一些很抽象，也有一些真的是毫不客气啊。所以呢，这么的好玩，我们今天就在我们这个合体直播里面啊，再次把这些直播任务来复刻一下啊。我们主打一个，看看你能不能抽到自己的啊 ？OK， 都这么厉害，感人。所以接下来我手上有7张卡片，就是那些个任务。谁抽到我的那个？对，我们主打一个回旋镖，还要来一次啊！我觉得那个太狠了，就大家一起抽吧，互换呗，抽，抽起来，互换体验，抽。我还是算算的任务，那不行，那重新换一个。我还是我自己的任务，火箱。我是我自己的，我想上这个，没事，那就对了，可以了，好了，哎，马哥反了，我看看，马哥真贡献了一个，马哥抽到我的任务了，我不能抽到自己的任务吧？你说啥？我看看，马哥还你，还你，这自己布置，来，我没做过，大家回到位置啊，注意纪律。你是啥？我是朗读苹果香嘛？苹果香，别换了，别换了，换吧，换吧。坐好了，开始了，马哥，好了，我的小马抽到了什么？给我们看一看。马哥都一定让他做，这些还可以了。马哥，我抽到的是现在立刻去吃烧烤。哦，这个，我帮你说啊，我知道。1:1复刻4段撒娇搞笑名场面。你抽到了这个太新的那个，帅不帅？这个恐怖了，这个。哇！小猫咪洗澡，马佳琪上来就来一个厉害的。你看那个，我知道那个，就看了那个，多恐怖啊！这个真的是啾啾啾啾啾啾，知道没听？对，这样吧，请你出列，
保安的站长，这个是一个全身的动作。宋亚轩当时是半身的，你这个升级版要全身。他每天会惩罚我，这不用惩罚，这只是我是张小新新看到过这个国际小学的张震源狗。那我们坐来好好的看一下，来，你就一比一的看育儿战的战斗即将你呢，大哥。来，大家看好了啊！来，我们先从满哥开始，抽到的是我们小这个，果然是他。来，我们果然三二上古真神吗？来。我们来宣讲三招，我是有求于人。第一步，双手放于胸前，我做过的，放胸前，你做的是不是很简单，对吧？第二步，摇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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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哥嘛，摇摆。第三步，动鼻子，嘟嘴，求求你了。快快进，哎，对对对对，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对，连起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太严重了，我的妈！快快快！求求你哦！不是，问去哪儿了？要把嗓子夹一点，夹一点，放在前面来，起扭起来，求求你哦！还有还有还有，结束了吧？没有，这是四分之一，四个，我的天哪！好惨啊！我觉得之前马哥自己直播已经够难了，今天又来一个更厉害的，来，等等啊！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第二段来。我愿意现在去台上再唱两首。马哥别红温，三二一，你就跟着做。第一步，嘟嘟嘴。怎么老是倒呢？嘟嘴，往前倾肯定。就嘴嘟嘟，对，嘟嘟的。小拆手，小拆手，对，小拆手，哎，很简单，对不对？夺门而出。第三步，哼哼马哥来了这个最捏小手第二步胸前画圈扭动身躯，快呀马哥别害羞了，胸前画圈扭动身躯，有人说要是不要吗？是最折磨的一个小贺打耳洞，这个最深，抽到这个最折磨，没有啊什么对这个不行，这个好好做，不行不行，是的吗？这个做成表情包去，天啊，怪，你要声音效果了，不行不行，大家觉得可以放马哥一马吧？可以，放马哥一马，很棒很棒，只做了三个，哇，还不放我？放，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小丁抽到谁？张哥的，请用奶牛猫方式唱 Single Ladies。哎，沈导，在揭晓你之前，我觉得。这样吧，我们看一看当时个人直播的那个名场面，好不好？我再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对，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没有，而且不看了吧？而且来看一下，而且太抽象了。不是，我有一个点要说啊，当时 Single Lady 张丁哥也在的，哦，我也在，对，丁哥是在的，我在，对，哦，是 Single Lady， 但是我刚看到弹幕想说想看看当时丁哥你这个任务单人直播的时候那个画面，我们来放一下，给小宋的是吧？来，我们来看看小宋的 VCR， 来有请。我就想看他那个不行不行。流星接力在哪里？不是流星接力。你会了吗？但是这个还是没放开呀。你会了吗？哦哦。不行不行不行。你好像奶龙啊！你好享受啊！你好享受。我跟你说，你逃过了一个很厉害的，最后那个吓死了。错了，你还是挺胖的，凯伦。哦，你还叹气了，奶龙，好的 ，OK， 奶龙，那好，接下来丁哥抽到的这个，好可爱，这个我们看看当时这个小时候的版本，好不好？先让你复刻一下，小时候的版本，我们看看 Single Ladies 那个小时候的版本，来，不是让丁哥唱，丁哥当时唱的弹幕互动，我唱的是哪个唱的？来，口开放，告诉我，告诉我如何去爱，已经回到现实。这么小就已经有霸道总裁范儿了。霸道总裁范儿了。你要缩脖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缩脖子。哇哇哦，这边的是我是吧？后面是你的。啊，对他总说 left， 他总说 left， alright， 我是 never get 什么，你怎么 get it back？ 没事，你就这一段就可以了。以前这样，现在这样。来，整理吧。我不知道词是啥，可以有一个调度。All single， all single。
什么 ？All the single ladies, single ladies in my life， 告诉我如何去爱，放下天真回到现实。什么？你要小猫，你要什么蛋？什么？你要奶牛猫的？奶牛猫是啥呀 ？Single ladies in my life。张哥，张哥怎么做的？能不能看一下？我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张哥怎么做的？太夸张了，看一下吗？来看我怎么做。行，那我们看看，看了当时是小严是吧？好，我们看看小严在自己直播的这个表现。来，有请。气泡音啊！没有，因为他要模仿当时在那个团综里面那个。你是一个音是吗？哦，是这个是吧 ？Okay, ready, see my life。逐渐抽象。好 ，OK， 二两关闯过了。好，小宋干嘛呢？我的是该你了，杨耀翔的直播任务哦，用超尖的嗓音复刻自己的名场面，并在椅子上完成转圈，以欧耶的手势哇，作为 ending pose。是的，最长的一个任务。我什么名场面啊？那你来吧。糟老醉了呗，你就来一个，你来吧。你可糟老醉了。你想想你的名场面是什么？你扶着我转圈啊？你的名场面是什么？想好了吗？小汉，你扶着点。老醉了。哦，可以，来吧。我不会让。他受一点伤害。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宋亚轩。有病啊！来吧，来，转先转一圈。你怎么老嘴了？不行，我觉得还是可以。不超前吗？不行吗？因为他得。你也叫老嘴。你最后那一下要进点。你不是有动作吗？你这个老嘴了。你看，哎，很困，你别跟我笑啊！没必要这一下吧？没必要，可以了，可以了。好了，我觉得已经足够抽象了，把你放。开水壶又喷了。我们再看一看当时谁来完成的任务？小贺，小贺，你看小贺的画面。我当时还闹出了一点乌龙。有请，应该不会放出来吧？我知道他念的谁来着？马嘉祺，马嘉祺。不是，我没听见，能不能再放一遍？哎，不要再来了好吗？马嘉祺倒了，我真没听，能再放一遍？当时那个，再来一遍。想一想。他本来是喊那个这么抽象的马天宇哥的这个口号，喊成了你。我当时、啊、你平时就这么可爱 ，OK 了。太想念马哥了，很想念我是吧？啊，天高什么天高任？你再喊一遍，你再喊一遍嘛！我为什么？喊一遍，求你了。想听，想听。你喊小贺哥哥。你应该说不行不行，你喊马嘉祺的版本嘛？小贺来、啊，那不行那不行，这是人家那个专属的哈，专属马天宇老师。你喊。天高任于飞，羽毛用香水。马嘉祺。马天宇，好 ，OK， 那我们继续啊，任务继续。那接下来到小刘了，想马哥，小刘抽到谁了？我抽到是，你怎么都已经撕烂了？没有，我是贺峻霖的任务，演一段小猫洗澡。哦，我可以看一下视频吗？不可以。哦，马嘉祺咋演的？你要用自己的方式演啊！不要搞傻，不要搞傻。你知道小猫洗澡吗？我不知道小猫洗澡，所以那我就按我的理解来演了。不，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告诉你，我现在自己洗澡。小猫洗澡，舔全身，不是让舔多全身，没看过呀？舔。马嘉祺哦，我当时就是这样。你平时坐着洗澡啊？他说猫也快舔一舔哦，对，小猫舔一舔。你也小猫洗澡一个，来演一下。对，你也小猫洗澡。没有，刚刚这个没有。你也小猫洗澡，哎，你先来。三二一，来！哇，这是我，这是他们吸溜。孩子还是太老实了，哎，哥呀，先来一个，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这个点儿，给你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小猫。哎，看一下，可以，肯定没放开，我要看小马的版本。来，三二一。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小猫咪洗澡就是这么洗澡，很有个性。哎呀，不行，怎么了？马哥，你怎么回事啊？不是，那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你们往下看，往下看。马哥怎么这么抽象啊？还有更有意思的，再怎么背梗也干不过天赋。你看他最后，我觉得不行，我逃过了。为什么不行？这种逃过的不算的。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能这么洗澡？说出哪个猫会像你？小猫洗澡都是主人给他洗的。谁说的？那猫自己洗啊！猫自己洗啊！啊！你是想召唤一位主人帮你洗吗？那我帮你洗来，来吧，来，咱不竞争玩来来，呵，你就觉得你布置的任务马上完成了，出色不？
太出色了，他完成了吗？完成的很机智，对吧？完成吗？很机智啊，很讨巧。完成，这个你太厉害了，这个得。可以可以，接下来，小张抽到了是吧？我抽象的任务啊。请声情并茂的朗读品马哥的任务。马哥的，我已经是对你的显示非常的友好的人士，他很友好。来吧，给小柯来吧，太友好了。不是，谁知道你们玩这种乱七八糟？阿宋最喜欢这个了，是不是上轩做的这个任务？你的声情并茂，我做的，但是阿宋并茂也特别喜欢自己做了一个。你不会也唱了苹果？张真源，我唱了，我当时也唱了。声情并茂，来吧。流行界里还传来八样亲什么？阿里克桑德的面包房爹爸出炉了吗？大家听，好像本地人。南越录像是舌尖，他饿了，你看看你的舌尖，他一般饿了就是。舌尖上的故事啊，我跟俄罗斯回来，我感觉听到了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谢谢你啊，张哥，张哥，你没偷摸骂我两句吧？啊。你刚刚这是哪里的方言？妈妈我不知道，我虽然这是他们是声情并茂朗读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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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个精神状态真的非常良好。下一个，疯了。没有，我们要听一下当时丁哥的演绎的版本。我其实就还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来，三二一，有请。复兴街里还传来，哦，你好开心啊！八扬琴声吗？这种，我这很好啊。阿里克桑德拉的面包，德拉的面包房。列巴出感觉跟台词，列巴是什么东西？列巴吗？不是列巴，那是列巴。列巴，怎么还读错音了呀？我以为你在 Q， 不如像我这样，对啊，知道哪个对啊？太爱这个了。我以为你在 Q 某个人。列巴呀，列巴，列巴，列巴是面包吗？列巴是一个面包。列巴出了吧？好，那接下来该小严了。我要完成的是耀文的主播任务，一边吃柠檬，一边提裤子，并说出张震源的主持经典台词。我是来自江边的新人，小声声员啊，这个有小时候的那个版本，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小时候的视频。我是来自江北区，我要看这个配音版的。江北区，好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哎，这谁不知道？这不会挡人，这谁不知道？我是来自江北区新资同创国际小学的江真源。好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场为荣誉而战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哎，我能不能再看一遍那个？过几天我就会杀到张哥，你是双语主持了。再看一遍，再看一遍，没必要啊！太棒了，再听一遍 Ladies and Gentlemen。这样吧，我们听听当。好标准，不是？我是来自，我是来自江北区。我的标准，gentlemen，gentlemen。我觉得你更厉害。为荣誉而战的战斗即将打响。哎，我们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抽到了这个东西啊？不是，直播就是我表演的这个。哦，我留的任务。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应该看一遍吧。来，又遭一遍罪，活了，这是我演绎的。这应该看一看，不换的。好像直播更抽象。不是，好像那个，好像那个孙悟空啊，对，你知道吗？从石头里蹦出来一下，我看是吧？这么抽象，这是人类吗？自己都笑了。我的妈呀！哎呦，真的！我觉得这一段直播得上字幕，因为我真的没听清楚在说什么。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赶紧看到了。这个是配那个小时候的小贺的画面。好 ，OK， 来了小贺，小贺来喽。是宋亚轩的直播任务哦，请用奶龙打招呼的方式学。好厉害啊！我都不知道奶龙是啥。我们电话是哪个？我跟你说，当时这一段真的洗脑，非常洗脑。我们来听听这个音频，看一下，听一下。Gentlemen， 好洗脑。听过吗？没有，这个是奶牛的声音，唱这个。喵喵喵！你会了吧？我一直会。我要说啥呀？表演唱这个，你用奶狼的语气。对你先来一个什么个语气？我是奶牛，我是就憨憨的。你又不知道了？我是了，我真的，我真的错过这个梗。然后你还要做这个表情包，奶牛表情包，就是那个舌头，舌头还有一个，一定要这样吗？啊，
我是奶牛，来吧，贺志林，该你了。什么声音来着？喵喵喵喵喵。但你不是说奶牛？我前面是打招呼，对。我是奶牛。喵喵喵喵喵。别降，别降八度了，要高的，要高的。再来一遍，假声假声，来来来。哎，哇，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感觉看到了某一个厉害的舞台，还是太可爱了。天哥来一个吧，嗯，我们给天哥来一个吧，天哥不会，天哥，然后我们抽一个，看当时，天哥抽一个，里面抽一个，来抽一个，等一下。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不抽了，我这个太明显了。我这个直接给了，这个抽了吧。俺这个不抽了，我这太明显了。我们抽一个，你先安排一下吧。抽一个，抽一个，我要完全复刻呀。抽一个，要一比一。哎，你抽了，你行啊，你要完成丁哥的直播任务，上上，快来吧。平板呢？我真的会谢。平板呢？刚才那个来了，在天哥这是吧？代理主持人一下，哥救救我！哎，有没有哪个粉丝呢？有没有天哥粉丝？我们要不行不行，不是，要不我就坐马哥没坐那个，好吧？啊，因为马哥没坐那个，可以可以，行，最后在这儿，小猫洗澡，最吓人那个是吧？我看一下，等等，你要跟音响老师说三二一，然后点开这个，三二一，我们来学习小撒娇，双手捏耳。不要嫌弃，享受，表情不要变啊，享受，慢慢下蹲，快快快。我是这样的，我是僵硬，扭扭起来，看不动，僵硬，我好害怕，我好害怕，他淡定，住嘴啊，柔软一点，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连起来就是，我好害怕，快点，快点，快点，陪我呀，快点，快点，陪你，钱哥，我好害怕，我好害怕。绝了绝了，我撑不下去了，救命啊！好了，坐好，都给我坐好。要命了，我真的是。好，好，我们现在正经一点啊，我们聊回这两天的这个主题。好啊，好啊，来啊！因为这次我们再次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地方重庆，对不对？嗯。啊，这次回来重庆，大家什么感受？我们一人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表达一下。马哥，马哥，这次回到重庆的感受。Sorry， 对不起。这次回到重庆的感受，就是觉得虽然天很冷吧，但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比较难忘的日子，也是。非常温暖，太难忘了，很温暖。对，内心不知道是什么很诡异的，现在有点诡异。来，觉得啊，那个怎么说，就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对，因为五周年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都跟大家一起度过。对，哎，这真的，是，对对啊，是，嗯，何松呢？我觉得是热烈，热一场轰轰烈烈的相遇。项目。策马奔腾，共享盛世繁华，是吧？轰轰烈烈，嗯。你要哭了吗？没有，我。他在深沉，走心呢。叫小刘。深沉。这次回重庆，怎么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呢，非常享受这两天在台上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就是跟大家互动，还有说是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当我们。那个蛋糕第一天推出来的时候，对，就特别特别开心，就真是感觉哇，好像对，就是整那一天的感觉特别圆满，嗯，然后到今天那一刻就是全校通报，哎，然后再唱全校通报的时候，而且下着雨嘛，嗯，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然后特别激动，然后大家好像蹦的也特别特别的嗨，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对于我来说都挺圆满的。是的，嗯，太感动，我昨天一直在蹦，在上面蹦。真的吗？嗯，小张，太好了，我在重庆太美好了。我刚刚在梦里，就是有一种在重庆。你刚刚在直播，怎么在梦里呢？高情商在梦里。我们在直播，你在梦里。每一刻了，已经每一刻都在梦里。在回到重庆，就像在做梦一样，是吧？对，嗯，又真实又美好，非常的快乐。OK， 每一刻都是我最美好的瞬间。哇，包括今天下雨，感觉也是非常在中梦的瞬间。是的，今天是雨中梦，来，昨天是夜梦，夜梦，好，夜梦逐渐抽象啊，抽象，已经变成抽象。小严，小严，我觉得是陪伴，
哎，嗯，对，因为我们陪伴着彼此，完了，有了我们跟他们的陪伴，所以才会有这一个个的纪念日。这五年来，他们天天陪着我们，我们也陪着他们。所以说，我想用陪伴这个词来代表这个。对，双向奔赴。哦，嗯，小贺，小贺，哎呀，这两天是自由的两天哦。怎么幸福的两天，疯狂的两天，嗯，特别是今天，第一次在室外，在下着大雨和大家一起开演唱会，哇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是的，我也觉得，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在下雨天干点什么事儿都特别浪漫，就像我小时候喜欢在大暴雨的时候在操场上面踢足球一样，我现在觉得下大暴雨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开演唱会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说的好棒啊！我觉得大家会给你比心一定会把这两天记得非常非常久，谢谢耀文，是不是？嗯，好，是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啊，这次回到了重庆，那这次舞台也有很多出圈的地方，点赞破亿了，破亿能什么东西啊？对，破亿一会儿加到菜吗？那是破亿，我们解锁一个福利吧，来吧，因为福利是那个。很多人包括我啊，这两天看这个演唱会都特别喜欢一个舞台，哎，就是那个睫毛弯弯，睫毛弯弯，你也想跳？干嘛？你也想跳？你也想跳？好，你想学？你想跳？我们可以教你。太好了，可以，好。舞台上面是有一些成员没有跳的，你啊，你啊，舞台上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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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天哥，只要心中有梦，哪儿都是哪儿就是舞台。我们跳了，而且我们跳了。跳了呀，我们跳了呀，我们跳了。你们上舞台太可惜了。完了，我们跳了，我们跳，每天都跳。我们现在是交换着跳的，今天是换着跳的。对，就是他们跳的睫毛弯弯。啊，你要跳？雅轩要跳。他跳的。我们在那个，因为那个点赞破亿了嘛，大家都很想看。我们在现场简单的来一个八拍，都是奔着天哥来的，好了吧？睫毛弯弯是吧？对对。这样嘛，一起来嘛，那就按照刚刚说的嘛，那是你们他们跳怪美的，跳睫毛弯呗，就一个八。啊，我们跳怪美的嘛，行会吗？睫毛弯，会。梦弯弯眼睛眨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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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是不是这样跳的？对，就跳睫毛弯弯这儿吧。我要去找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化妆到对面怎么不弯？你的微笑像一弯弯，睫毛弯弯需要你陪伴。对吧？怪美的跨步动作，整个开心惨。然后呢？就跨。女团舞也跳了，而且这个点赞破亿了，我们开启第二轮派对福利环节，本轮将抽取时代少年团五周年实体小卡三套，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的这个抽奖的挂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有继续持续的惊喜出现。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刚刚只是给大家啊热身了一下，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这个演技大考验，刚刚是热身，演技大考验，我累死了，还要演戏。好了，还有演技。因为你看这五年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全能进步和名场面啊，好，所以那个要考验一下这个名场面啊，我们专门给大家每个人啊，在这五年里面挑选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场面，然后互动规则是这样的，大家
依然是在我这边抽签啊，一个字没抖，抽一个成员的名场面，然后大家在现场啊进行一个一比一的复刻，但是大家不要划水啊，好，因为最后呢我们会同时去指那个最划水的人，让他再完成一个更大的冒险，来吧，好，我心中已经有划水的人选了，不唱，你是行，我们一个一个抽，行，随便抽呗，随便抽呗，落在都先抽，我抽一个呗。张哥，你这是什么东西啊？算轩的这个是，不是刘浩文，你干嘛呀，刘浩文？这什么东西啊？不要换，没事，我会给你们放的。冬冷我在东北，请坐，这是啥？不要激动，这是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钱啊。我这是小黑名场面，什么信息？来，一会儿我给你们放啊。来，我们对一个一个来，我们先看马哥抽到谁了。马哥，我说出这么蠢的词啊？刘浩文，你疯了。来，我们一个人啊，什么抽到浩翔的了？哦，什么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名场面，来，三二一，有请浩翔名场面。我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但是大连没有假。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但是东北不大，我在大连玩泥巴。嘿嘿呀，哎呦。这也不是东北话啊，这哪个话？啊，在东北玩泥巴，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口音。哦，就是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但是大连没有家。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但是东北不大，我在大连玩泥家。哈哈，滑水，滑水太滑水了。马哥要唱，太滑水了。马哥和当时视频里面那个表情很像，都是一脸的无奈与无助。好，结束了。那第二位，小丁。赫的名场面，请看 VCR。好，小赫的名场面，我们看看一下。我要变肌肉男，我要变肌肉男。这当时还是你说的，那个。我要变肌肉男，我要变肌肉男。我当时应该多加一些胸腔。这么晚，加油！我不会在什么什么地方看到这个片段吧？要变肌肉男，你要变肌肉男，加油！我要变肌肉男，我要变肌肉男，然后来给丁哥鼓掌。丁哥直接把手臂撩起来做，那我完蛋了呀！你们说吧，有说法，要不要展示一下？你给大家提供了好多，展示不起来啊！哥怎么又要走了？那你也来一个吧，来了，走，不用，说来就来，丁哥。我要变肌肉男，我要变肌肉男，我要变肌肉男，我要变肌肉男。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变肌肉男。哦，滑雪的一定不是我，就是你了。还有秀了，太棒了。好，接下来小宋，我的是什么？我的是丁哥名场面。丁哥名场面，好，我们来看一看丁程鑫的名场面。My name is 丁程鑫。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丁程鑫。哦，我知道这个。请见一下你的粉底，这是你的呀？我怎么这么乖呀？你跟他当时演的，你跟他当时演的那个叫什么？这是哪一年？没到我词儿呢，那个小魔仙啊，真的很像哎。50%的小月，海干水。哎，那这是啥时候吗？黑魔仙，我们当时去拍什么东西？三人行。咱们怎么不知道丁哥为什么穿出个爱干水？他来个爱干水，我哪有？受不了他了，这个爱干水怎么回事？我没有，我哎，我说是爱干水，我得给他端个桶过来，是不是？等一下，我说的20%的爱，30%的干，哎，为什么是这个词啊？加起来100%吗？爱干水，看你怎么圆。我们突然说你这爱干水，你别圆了，你坐。我也不知道咋接，发挥一下，哥有点实力啊！来，太有实力了！哎呀，你要飞一点啊 ！My name is 丁程鑫，有点空明星。请问一下粉底不过分吧？有点滑水。Thank you， 谢谢。讲中文。没有，现在最滑水。我有20%的爱，我30%的干，我50%的水，还干水。这有点抽象啊！不管他就是滑水哥，滑水大冒险。什么？行，小刘，四小文，是首先那个老醉了。OK， 爱干水，你可能老醉了。这个好玩，我们来看一下这名场面。滑水哥，来，宋亚轩的名场面。因为我爱干水。你给我出来！这怎么演啊？别让我抓住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么抽象啊！当时那个，要我抓住了。这啥啊？你个老贼呀！哇，这个下腰下的挺好的。不是，这是 AI 合成的，不是我。是 AI 合成吗？还是真的假的？还有分镜啊，人家中景、近景、特写这些，还有一镜两绝。来吧，不要相信。你个老贼了！你好好演啊，这一段我可以再看一遍吗？我忘了。
我们一会儿艾特一下大导演啊，再来一遍。严格，严格。我们再看一遍。金吧，金要是变成这样，我不玩了。严格。孙大生，你们小心。你给我出来！认真了，别让我抓住了。这演的太好了。要我抓住了，这节奏无敌了。什么意思啊？你和他老吹了。这不是他那边是什么呀？他那边那个是别另外一个反应。另外一个，没事，你就是演的对手、哦，我就演一个呗。啊，可以。你给我出来！好水，好水，第一句就是。啊，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气势要拿捏一下啊！来，那个那个范儿，那个范儿，那个范儿，摇晃晃的范儿。对，喝水呗。开始，你给我出来！别让我抓住了！还有反应，那个看后面。要我抓住了，你可遭老罪了！哦哦，这个腰不错，哦哦、可以，扎了扎了，可以的，可以的，不错，厉害了，哇，真的是，中中中，好，中中中中中，这边，哎，该我了，该你了呀，马哥观看视频，哦，来马哥表演，我这个是替换人生，嗯、好，马哥替我表演，马嘉祺的名场面，有请，那到底是你哥哥老罪了，没了，就这样，就这样，哦。但是你要定住，这怎么知道我滑没滑水呢？贺庆林，你干了什么？我怎么了？那得喝药吧。大爷，只有这样的图，你怎么在正儿八经工作的时候，让小贺帮你客串一下那个热手戏一下？来，这咋？小贺，到前面来，到前面。还有半小时巅峰赛，到前面来看。巅峰赛已经过了。那马哥，我要丑化你了，马哥。丑化了。再往前。最终排名又掉了。丑化。我们帮你提名吗？来，预备，三、二、一。给他特写，咋了？不行，这个你最划水，你只有一个动作。确实，确实，不是，时间太短了，划水真是。我都已经加设计了，没有请你，请你根据我的一个表情解读我的内心反应。不要说悄悄话了。这哥们是个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小严的说到什么了。张志远没场面。张亚轩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旁白，你有病？这个发挥空间太大了。猫咪来了，学猫的动作。我们看一下。我来说你有病吧，我帮你旁白吧。张志远的名场面，我们看一下，三、二。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你有病啊！那亚轩来吧。猫咪来了。我能青出于蓝而胜。好。张哥，你为什么要牵扯他？啊，我们让小宋帮你搭个戏，好不好？啊，来，小宋。来，小宋，帮小严搭个戏，快。小宋本人上场了，受不了了，本宋，你看你要瞄着过来，啊，我是吧？对，你要瞄着过来先。怎么惩罚？为什么惩罚是我？行，你快来，你要翻白眼，来吧。我什么惩罚？你可以极致一下。你有病啊？你就瞄着过来呗。瞄着过来，你可以喵喵喵喵那个过来，喵喵喵。对对对，喵喵喵喵。翻白眼是吧，张哥？翻白眼。夏轩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你有病啊？然后你可以下去了，然后知道这个是另外一个滑雪，滑雪哥，下一个版本还有后面半截，还有一句话后面半截呢，这是滑雪三哥，猫咪来啦，这个真不滑吧？这个还是忍不住，这个真不滑吧？挺用力的，这个真不滑，不滑不滑不滑，很有诚意，这个稍微往回可以，小贺。小贺滑雪哥，刘文的名场面哦，先看。那我们来看一看视频吧，来，刘耀文的名场面，动作打击，来跳段舞，怎么了？都没少买啊！来段开心水，谁呀？谁？接下来让大家开心开心。怎么这么多呀？你会呀、啊？你真会这个？你在说这个？旁边还有一个说的，你说的，你自己说的，哥，那是我吗？不然呢？那个人是我吗？旁边有人在蛐蛐。中间黑色衣服是我？是你，是你。栅栏外面的是你。你个赫儿，来来吧，赫儿，有请。受不了了，热情三八。来，先来。我先是什么来着？请积极奋发打击。那个，请积极奋发打击。那个小猫一说什么啊？没有跳出来，跳出来。对，你真被看完了。不是，先是说这句话，然后有一个人给我配段旁白，来段跳舞。哦，来跳段舞。啊，来啊，对，来跳段舞。对，你来看旁白吧。请主人吩咐妲己，来跳段舞，热情三八，来一段开心甩臀舞。你要声音，热情三八，热情三八，热情三八，可以了吧？好，又滑了，来一段开心甩臀舞，甩臀舞，大家开心开心跳甩臀舞，
甩起来，甩起来，太小了，太小了。那不是滑水喽，滑水喽，滑水了，滑水了。这还要滑水？大一点，水大一点。滑水哥，好滑呀，好滑。好了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很好。干水了，这甩的。你爱干水是吧？现在怎么说 ？OK。啊，七个人都完成任务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三二一指一个滑水，好不好？好，好不好？来，给你们五秒钟思考一下，到底是谁呢？有没有提议的兄弟们？三二啊，最抽象的那个呀？耶 ，bro， 不是，主要你秀英太远了，哎，滑水了。我觉得我的书有一部分来自于少滑点，少滑一点。张哥，张真远，你虽然觉得是有这个道理，没有没有，我来自于我自己。来，马哥最可爱，张真远，出列。我来了，我来给你。为什么这么抽一个？抽啥呀？大冒险，全部。能不能抽中一个有搭档的？啊，哦，有可能。别喊，这个太简单了。给大家看。别别别，就赶紧的。这四个酷的动作，赶紧。啊，来，四个酷一个。等等等等，那等一下。哎。你们等一下哟，就这个了，就这个。不是不是不是，等一下，没审没审，我们的惩罚人还有这么的呀？这样你审一遍，我再抽。我们是先审，但是必须至少大于等于三。我审过了，你不用审，你审的力度。这个不要，这个你对我们太好了，不要不要，对我们太好。这个先保留好了，大于三啊。温柔的眼神，没问题。这个有点，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这太这不行，这不行不，那这。这二选一吧，好不好？这不行，我只是觉得这个也不错。先选我给粉丝，就这两动一本。这三个啊，这你先拿回来。被熊爷们又哎，好，就这个了，你选中最好的一个。啥？手势怎么热闹之多啊？哦，手势表演。刚才那个热情三半，扭一分钟。手势嘛，不是。我真来个音乐，来个音乐，热情三半，扭一分钟。手势怎么做啊？手势。来个音乐，来个音乐。这是给他一个热辣的音乐，全身就行了啊。嗯，给他来个加条件啊，花手嘛，预备吧。热辣你可以的，热辣热辣可以的，热辣热辣热辣，哇，热心手啊，不行不行，今天播出去还能手长在了胯部，哎，把张真源在舞台上的跟待会儿剪一下啊，哇，好，张哥今天白天的努力全白费了，这个冒险，完了。这才是真正的钢铁人，对，你还拉我上来 ，You Per， Come on， 结束了，你可以继续拉人，受不了，那音乐不停止，哟，热情三大，来，呜，好，下一位。什么歌啊 ？My name is Ding 真信 ，You can call me 信。马哥默默在抠手，好吃吗？马哥必须压住我，叫我 Question Day， 好吃吗？别叫我，求你了，哥求你了，我抽一个别的，我抽一个别的，抽一个。马哥，太牛了！马哥不行，我抽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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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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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掌声鼓励。还有两位呢。还有说的合唱的是躲在边上的逃过表演，哎，你们没好了好了好了，有点非常棒啊！刚刚大家的表现，所以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补充一下体力啦！咣咣咣咣咣，好累啊！耶，放饭了放饭了！完了，感觉这段播出去完了，来，咔呀咔呀咔呀！哇，我们有一些好吃的，我在上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没关系，直接吃吧，直接吃了，不重要，都是一些重庆的地标，哇，上月小丸子。来吧，天哪，真的是惊喜！我先补充好了，吃点儿，怀了，边吃边聊。我的舞蹈中环过来，跟我歇息。那个没有来过重庆的，或者说明天还要在重庆玩的朋友们，打开这个，参考一下。打开这个盖子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好了。这里是不是有口水鸡？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太惊喜了！口水鸡，干什么？那也是口水鸡了，怎么这么辣？小好吃，要先小吃一下。好的，哇，被辣到了，要这里是牛蛙吗？快手时代少年团五周年是啥？特别直播啊！我们先让，哥几个稍微补充一下体力，哎，给我扯一点，谁帮我扯一下？接下来啊，我们还有，完了，还有一些还魂的游戏，哇，没有游戏，身体里沉睡的野兽，是的，哇，觉醒了，上场最快，哦，我想吃，你等一下，好，有劲了，来，我们你煮十二十分钟，太好吃了，煮十二十分钟，我酸酒啊，哇，接下来有一个团魂游戏啊，朋友们，等一下，你的魂吧，你先说，你说，照顾一下机位，有多魂，天哥，啊，
不要超过这条线。嗯，来浩翔，这什么什么什么好吃？嗯，都很好吃。哪个最好吃啊？对吗？好，朋友们，感觉刚那段会被以后拉出来复刻。我们先回去，我们一会儿还有好吃的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好吃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没吃饭，等一下，等一下，让浩翔多吃点呗。我们浩翔这么瘦啊，嗯，待会儿排一趴。我来预告一下啊，生病了。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福利的环节，还有游戏环节，还有一些特别的环节，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豆芽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支持时代少年团的快手宝宝以及爆米花们。而且一会儿十二点。有个大动作，哇！这是牛蛙吗？皮特啥皮特干的？好吃吗？今天煎一团。听哥今天好帅啊，听哥。听哥，再来再来一会儿。我再来，你来一段热情桑巴。我太喜欢听你。不会。这样说话。一段热情桑巴好吃吗？这个。再吃一会儿啊。好吃。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看的、想聊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快手的微博和我们留言。嗯，上面来个留言，听哥跳跳，三二一，走。东西啊，被击砸。好，马哥你来那个。可以说本命吗？我什么？你啊，你来跟我聊会儿吧。好啊。下面这个游戏，我们来给大家先说一下规则，好不好？要跳舞吗？对。要吧。小跳前跳。热情上吧。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全员推选三位舞王。舞王，你们对，作为队长。不行吧？对，我们要分成三个小队。马哥小贺，然后以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争人分队。好，小贺是队长一，第二位呢？你就前面那浩翔。好，浩翔是第二个队长。好，丁哥是第三个队长。我还在吃呢。好，你们先听规则啊，边吃边听我们的规则。来一个吧，你们三个队长听我说。马哥刚没跳。你们三个队长要那个以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我不当。来世界大战。马哥当，马哥当。油压走的太烧了。马哥，那帮小贺当。这使命就交给你了。我还没行，交给你。有啊，走的有点。没有跳当队长的使命。好，来，干嘛？那个园长要管纪律了啊！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快点回到自己的座位，一会儿再吃，有吃的有吃的。好了，来，来吧，来吧。算了，我们一会儿大家还要休息呢，我们不要弄太晚啊。来来来，我们回到座位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回座了。来吧，来吧。哎呦，筷子一下，我输。好，我们放到一边，我们先回到自己的。这个座位，我来说一说规则啊、嗯！来来来，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吃吧？是的，好吃。给孩子开心的啊，很开心。来来来，回去。这什么 ？Thriller 吗 ？Thriller。哦，我觉得你们那个 Beat 那个改的特别好，好帅，对，超级帅。特别喜欢特 Beat， 我很喜欢那个 Michael。哟，这啥？哦。好，我不会，我不会，不会，我真不会。不会，来，三位舞王啊，那个三位小那个分队小那个，三位这个游戏的小队长，一会儿我们那个来来欢迎回位，来回来。我看到了什么？来，人齐了，等，不要拿我的东西。开始玩啊！坐好了啊，都坐好。电机，你说你说。啥都没发生过。好，刚刚选出来的三位跳舞小分队的队长，现在我们石头剪刀布选人，赢一局可以选一个人。你是一个，然后浩翔，小严是一个，还有小贺，我转让给马哥了。好，然后马哥是一个，好，你们三个石头剪刀布，我转让给张哥了。来吧来吧来吧，张哥，石头剪是要到不？小贺刚没跳成，你看你就你们仨，什么不？你刚没跳成三八一个，什么我跳了呀？我选张哥，好，张哥现在归小鱼队了，继续吧，我们我选小贺，好，你选一个，没有他输了，我继续石头剪刀布，好，来石头剪刀布，不，好，这个时候你们两个选，你先选，我输了可以选啊，他赢了啊，你赢了，对不起，对啊。那我马哥你选一个，嗯，选你了，小贺，我选我啊，哎，还剩谁吗？还差你现在只选了一个人吗？对，选了小贺，还有谁？你刚才输了我吧？那个耀文啊，好，我选亚轩，嗯，我们没有，你输了，你输了没资格，哦，上把是只有一个张哥被选了，对，什么？来，那现在张哥和耀文被选了，要小贺还是对，还有小贺和亚轩没被选。哎，石头剪刀，不是小贺，马哥选，没有，你刚才输了，上马输了，输了没有选择的权利。对对，来，石头剪刀，喂，你可以选了，我选亚轩吧。好的，嗯，还有小贺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石头剪刀布，
不，我才是五啊，我是一个挂名五、okay. 小贺，我没有一，所以现在人啊，对啊，不是你一局都没赢啊，我们十几三二二，那你是真的五、啊，那所以我跟谁对啊，都可以的，你跟，然后我说一下规则啊，一会儿我会播歌。然后呢波哥，我说完三二一之后，队长进行举手抢答， okay. 谁最快举手，谁都就有抢答的权利。好，好，说出歌名之后，你们就可以到台前按照我的指令来跳一个拉拍就可以了，好不好？那我选择三位队员的作用在于一起跳，哦，就是一起跳。哦、对，但是如果说谁最后最落后的话，也会有惩罚啊。好，好，好不好？那我跟马奇对呗？对，嗯、然后你们三。我们四个一队，在玩游戏之前，我们要进行第三轮的派对福利啊！本轮会抽取的是《时代少年团》TNT 团体签名照，大家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的抽奖挂件，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福利。好，我们第一首歌来，三二一，有请。白月剑，我还没有说三二一呢。对啊，嗯，要抢来吧，你在跳吗？白月剑怎么跳啊？三二一，白月剑。百油剑举手了，对，好，现在请你携带你的队员，发现我队员上来跳百油剑了，来，而且在跳的过程中要释放三个 wink， 偏偏选了，我们也能这么抽象吗？四个最抽象的，释放什么 wink， 没事，可能下一首就开始，非常好，非常好，记得一分，来回做 ，OK， 来，接下来第二首歌。朱建，我还没有说三二一呢。好，朱建，三二一，朱建，你抢啥？举手，队长抢。举手，三二一，还举了？我举了。那看看，小队长抢怎么了？又是我们呀？好，是啊，去，来继续，又是我们，小严队上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一会儿要有牛，这个不是有屁股，对，要有这个跨步动作，大幅度的跨步动作。这个动作能不能做这个？做这个呗。大幅度的跨步动作啊，来，非常好，哇，这样吗？好的，好的 ，OK， 好你们很开心、啊，第二分成功，我服了。游戏继续，我们第三首歌，理想之都，没事，三二一，好累啊，好累啊，别抢了，三二一，理想之都，理想之都，对了。别抽象一点，我是抽象，抽象，抽象。在这个过程中，要创作出帅一点，他好帅啊，符合自己个性的表情包，这点风格不这样，哎，符合自己个性的表情包，表情包，表情包，挺好的，表情包，去你该多走，这就是表情包，没有表情包啊，挺好的，有啊，我的表情就是干嘛呀？应该有了，应该有专业团队嘛，不是我们的表情就是非常就表演，好，我们下一首。给丁哥一个是吧？哪儿哥嘛？绑定啊！来吧，哪儿你？哪儿哥？哪儿哥？哎呀，你快去！抢点会的吧，快去！想想啊，这个也就是这个，这个这首歌的舞动要有一些抽象的微醺感，抽象微醺感，来来嘛，等他下一趴，来微醺起来啊，抽象一点，小宋的跳芭蕾。你在干嘛？不要，太抽象了，别打耳朵都红了，微醺了。好了好了 ，OK OK OK。微醺啊！行，我们下一首。还有啊，那个真漂亮。啊，好喜欢这首歌我。然后你来一个。不，来。三、二、一。丁哥，丁哥。来吧，丁哥，来吧，丁哥。丁哥会抽象吗？我抽象干，应该都不大了。哎呀，对着镜头完成脱脸 wink 和比心，又不是打跆拳道的时候了，不是你打跆拳道的时候吧？姐姐真漂亮，还有两亿了，漂亮打了跆拳道，两亿了，两亿了，朋友们，太棒了！哇，不愧是丁哥，跳成两亿了，再来一顿。对着什么比心啊？你要对两亿 wink， 重重重。OK，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还会再相遇。哎，我又举手了，还会再相遇。三二一，拔起，可不能会再相遇。三二一，没事儿，三二一打，嗯，我们都好累啊。这个新歌，要不大家一起吧？没事，来吧，上，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吧，来。哦，还有六分钟就要发我们的《我是巨星》。对。
活儿举行。耶、yeah, 耶、yeah. 啊！这首歌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哎，现在全是因为太困了，太不行，好累啊。好的，好的，好的，完成了我们这个游戏，特别棒。哦，哦不会有理智，大家应该做不出来这种举动。好的，哎，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个动作，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到这边，看到没有？哇哇，我们镜头给一下啊，正好，这个是出道时候的你们。哇哇，一直没看到这个呀，真的没看到，真的没看到，是不是？更年轻一点。接下来我们把现在的你们发给你们，接上去哈。然后接下来你说你怎么看？来，来，我来，我们认真一点啊。好沧桑啊，现在。对，五年已经变抽象许多了。是我的，我怎么感觉？那接下来呢？那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我，一个一个人把现在的自己贴到我们这个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区域。哇！每个人贴完之后呢？完没多久，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说一下。跟彼此或者跟爆米花们的心里话。OK， 好呀。嗯，我们从那一个一个来。没事没事。嗯，好。好。嗯，对。这个可以吗？可以。哇哇哇！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早一点相见。OK。哎，多的话就不说了，我爱你们。哦哇哇！还有你们。辛苦了大家，我感觉下一次第三排就来喽。哦，真是啊！哦哦，第三排，以后我们就一水照片全都是。然后重重重，哇！在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咱们下次舞台见。呜！五年不是限制，我们的爱也不会受限制。你还得还得是张，好久了，终于到了。想了很久，只要你们在，我都陪着你们。哇，都是心里话，虽然话不多。哎呀，这看着太帅了。是搞抽象的，抽象的啊。打算好好说，我是好好说的，我发自肺腑的，我感觉我比五年前长得年轻了许多。真是，我祝大家。越来越年轻，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帅气。哦，说得好，好的，在这里，来，我敲个锣吧。快！作为园长，我在这里也有一些话想跟你们分享。哦，嗯，哇，时代少年团全体都有，小马、小丁、小宋、小刘、到、朱、小莲、到、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认识五年了。我记得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重庆的重逢，对，是的，我们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在这些一起走过的日子里面，然后见证彼此的成长啊，你们也从中学生变成了大学生，啊，我也因为你们获得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昵称，叫时代幼儿园园长。五年里面，我们一次次的彩排、录制，啊，演出，熬通宵，看过。大厂的日出，也看过万宁的日落，哇塞，真好。然后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好像是在一个演那个场馆里面空无一人，只有荧光棒，然后我当时应该是你们侧台唯一的观众。哇，但这五年里面我觉得我也见证了你们一次一次大步的迈在理想之途，一次一次经历着无尽的冒险。然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在更大更多的舞台上相遇，一起欣赏五湖四海的风景。这五年我觉得因为你们的坚持，你们的努力，所以每当我说起时代少年团这五个字的时候，我的内心都特别的有底气，哇，特别的自豪。哥，哇，所以我希望再别说你们永远可以都哥们儿，大口吃喝，大胆造梦，好哥们儿自洽健康的有为青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快乐！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惊喜，花花，谢谢，来来来，到这一方。
谢谢，辛苦天哥。谢谢，是我们所有的爆米花还有我们的快手一起为大家准备的五周年的一个蛋糕，太棒了！是的，我在这儿突然还想起来你上之前给你发的你主持的那个晚会。OK， 那我们不是你们的天天这个。然后我们零点马上就要到了，是哎到了零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到了，是不可以放我的陌生歌？我们的绝代少年团第三张专辑《三重楼》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收官曲，对不对？嗯，对。我是巨星，上线啦！巨星，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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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星。我二巨星 ，Let's go， 我二巨星。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吧，我们播那首《有你》好不好？啊，我们播那首《有你》，一会儿我们先播一遍《我是巨星》呗，可以吗？我是先播《我是巨星》，来，我是巨星，来，我是巨星，我是巨星。你说很难唱是不是？对，超难唱。一起来，教我们就要唱吗？还是要吃蛋糕？这么一会儿的，先听一听 ，OK， 听一下。来，啊，这《我是巨星》啊，这不是《我是巨星》。我们准备一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多多的互动啊，一起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时刻。尤其看到你们返场那首歌，就是你们出道的第一首歌，对不对？对，哦，第一首歌，对，那个还是很感慨的。这一次，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三二一，我是巨星。哇哦！哦，原来这款呀。谢谢天哥，谢谢。哇，金花，绣球。啊不是。阿飞，放下。好听。好听。应该走光了。真假？老板说，耽误你了。你吓死我了！三姐的，耽误你了。又皮了一下。嘿嘿嘿。哎我又大崩逼的。哎我们再唱一下好歌。我是巨星。我是巨星。昨天在这当会的时候我还真的以为你是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我是巨星。真是我是巨星。我是巨星啊。我是巨星。我是巨星。我是巨星。各个平台去支持我们啊！谢谢大家，要谢谢，赶紧把我们这直播间继续分享出去。好，那这样吧，我们这个也接近尾声了。嗯，那我们最后我们再播那首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有你》。好，来喽！我们大家一起吃着蛋糕，好不好？说唱，听着《有你》。可以，来来，兄弟们，下嘴，下嘴。天哥，你也有声音吗？我有啊，来来来，我可以，我有，我有。我好开心啊，好感慨啊，我的妈呀，五年了，怎么就五年了呢？天天哥哥，嗯，好吃。我对你的思念多了一些。你的名字刻在每一片雪。真的。现在应该有放礼花，好多好多的爆米花在这个幕前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吗？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我们每个人再用一句话，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好不好？好，三二一，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没事，又到了咱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那我们就吃好喝好，拜拜，记得去听我们的。我是巨星，巨星未来也会一直陪伴大家，一个少年团永远在一起，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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